我的女儿是 Stephanie 现在15岁，我是现在是看到她是喜欢音乐，喜欢画画。所以我发觉他是不一样哦，他学习的方法也不一样哦。我自己本身是要为他而骄傲了，而且为他而开心了，最重要不要放弃了，可能一年两年或者是十年半年会有给你一些惊喜，一定会接受他们了，是接受他们，不管别人怎样看，你自己本身啊，最重要是我们自己怎样看啊，我们自己要对他们感到自豪啊。